爷给您道喜了，秦爷给您道喜了啊，同喜同喜。有来不及送帖子的，有来不及送帖子的，待会儿呢都到小号便饭，今某敬各位水酒一杯。金爷，罗布斯街的宝号不是正火锅吗？您怎么又镶正这儿了呢？啊，就您这位老恩师那么器重您，那买卖还不早晚是您当家？卷爷，天挪佛，树挪死啊！咱这块宝地，西有古井，东有方湖，琉璃风水一条街，黄琉璃，绿琉璃，成龙成凤又成金。金爷。你往这儿一挪呀，一步好运可正等着您呢。哎，再者说呀，这人一辈子不出马，那总是小军儿。嗯，想单挑边儿，那可不易。金爷，往后您自个儿做自个儿的主，保准不在您师父之下。哎，还成精呢，成土都难。哎，瞧见了没有？这是我恩师童老先生送的一副对子，劳驾哪位给念念？哎，我搂搂。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一百天。100天？哎呦，这不是照人吗？金爷，这对子您贴它干嘛呀？啊，老爷子送的，能不贴吗？这嘴头子可够狠的。是。就说老爷子不愿自个儿大徒弟单拉出来开店吧，可这也有点儿。就是，你说这又开张又过年的，这不是给人添堵吗？是啊，没事，一走十年吧，神鬼不敢骂。对，这也是对呀。好啊，好，好就好在化用古人语而又出新意。叶先生，兄弟认得您。我在龙福寺站柜的时候，您就常来光顾，可就是没有一次成交。刚才您这两句敲锣边站钢面的话，兄弟实在不好受用啊。兄弟不敢，清早兄弟打此路过，就看到了这副庙对，只是这宝珍斋的门楣上还差一个横批，不揣冒，特意仿着贵恩师的笔体写了一张送。献丑了，日进斗金。好啊，甭说100斗金子呀，就是50斗金子就够买咱这条街的了。哎，还得外带，饶上离咱这不远的那八大胡同。那地方咱可要不起。叶先生，您这四个字儿可解了兄弟大难了。自从我恩师送过这副对子，我就困进了愁城。得了，我给您磕头了。雕虫小技，何足挂齿。我说叶先生，您呐也别耳了，咱们进去喝酒吧。啊，请赏光。请啊，请。哎，每位范礼议员，您请。小兔崽子，把火给我灭了，灭了，听见没有？你个三条腿的板凳不是个物件。我怎么了？还顶嘴？你没看见这满屋子花里紫檀呢？啊，我韩红木20年没在这宅子里动过烟火。这条街东头的火神庙里有我特备的供案香炉，每个月初一、15整个的猪头上供。为什么？就怕哪炷香没烧到，火神爷一时性子把咱这点家当给了了。今儿你给我动了烟火，你肉皮子发紧了，找揍你。今儿不是娶内掌柜的大喜的日子吗？那也不能破了老规矩，一不动火，二不立灶。你上后院看看去，那满汉全席都是盒子布定的。我问你，火是哪来的？隔壁龙七家借的。你就为给我添堵啊你？哪能啊，那喜竹是大师兄一早插那儿的，我借火。我说你眼珠子掉裤裆里了，你过来。过来呀，你自个儿看看啊，铁的，你个三条腿的板凳。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啊，轿子和各路执事已经到了，哦，盔骨头两班也齐了啊，咱们响动着吧。哎，先等等。怎么你呀、啊、
打后院上老龙家去一趟。好，哎，先告个罪，然后再动响院啊。告罪啊？咱这办喜事，您看这老龙爷那不正病着呢吗？哦，好，我就去啊。去吧。哎，这话又说回来了。啊，您病着也不能不许我娶媳妇儿，不是？哎呀，哎，冷不冷？放去。啊，还是谭鑫陪呀？是是。老佛爷驾返京城了。驾返京城了。还是空城计。空城计。哎呀，那老佛爷高兴。老佛爷高兴啊。眼下呀，老佛爷眼前啊就俩红人，一个是谭鑫陪谭老板，一个是袁世凯。袁世凯谁的徒弟呀？用爹，站他那边用不着师傅。不用师傅，自个儿走吧，早晚打人。爹，爸，刚亮哥，你楚叔呢？你这有楚叔呢？老掌柜，你还总惦记着我，娘根底下的活累，哎，要多在。哎，是。哎呦，今儿是几儿啊？哟，爹，这爹。今儿是腊月23，今儿最忌讳唱出戏，知道是哪出吗？打造啊。眼巴前的还够用。听说老佛爷赏了谭老板一挂朝珠，有这事儿啊？这知道，赏了谭老板一挂朝珠，赏了袁世凯一直隶总督。这老佛爷凑着大方。当下谭老板扮诸葛亮，穿好八卦衣，就把那挂朝珠给戴上了。漂亮漂亮，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大汉丞相戴着咱大清国的朝珠，这总觉得于理，不是于理甚合。这是圣旨。是祖爷啊。哎，你为至真堂裱了一辈子字画，你替我抄点抄点他。哎呦，可不敢，老掌柜。人如字画，离不开抄表二字。老掌柜，有您的调教，七爷这几年可是大长进了。爹，您的寿礼都备齐了，亲戚朋友该送的都送来了，说50一道都过来给您拜寿。草民一个，活到80就知足了。孙大掌柜的上隆福寺啊，一大清早带着银票子去的。爹，咱家就是双喜临门。那尊鼎，你亲眼看见了？我亲眼看到，带着咱家这尊去的。一比一看，铜制锈色手份一模一样。爹，您放心，是真鼎。到底是出在隆福寺啊。那是圆明园着大火那年，说是有一个法国人，他这黄毛的出售一尊盗来的四足宝鼎，我就匀了一尊。另一尊说是一个家住隆福寺的拍胡子老头给匀走了。哎呦，42年喽，那年那年我38。是老掌柜，42年了，不易呀。今儿啊，我是先给您道喜，再给您拜寿。也是咱们祖上积的阴功。哎，是是是。老爷，哟，老龙爷，我这儿给您拜寿了。秀王爷，我那尊鼎找着了。哦，宝鼎成双了。找着了，在什么地方？在隆福寺，孙掌柜的取去了。传言也成真呢，果然没出隆福寺。老龙爷，刚才是给您拜寿，这会儿我给您道喜了。你不是这么寿？哎，落了牌了。再落牌，他也是龙子龙孙。哎，贵臣啊，快替我给秀王爷请安。秀王爷，给您请安。请起，请起。这位姑娘是？哦，素王爷的远房孙女，辛酉年素大人被抄斩。往后这一支就败了，他叫倪香。姑娘，有什么事求老龙爷说吧。请老龙爷安，请大爷大奶奶安。
让我把这只簪子给宝号至真堂送来，为了给弟弟看病。实在实在，这是前朝的物件哦，这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哪位娘娘用过。龙凤枕上陪过王办过驾，可如今只为给一个小儿看病，风姿雨润，日精月华，这上面有精神，这上面有神，有仙有圣，也有鬼。娘说送给龙家失灭不了，娘说这是真的。贵臣子，咱簪子收下，多给闺女几两银子。是主叔，哎，给姑娘支十两银子。哎，大爷您有好报。你小姑娘拿钱快去请医求药给弟弟看病。姑娘您跟我走。老龙爷，您看，又带来了，能吗？年年在您的寿日上，我过来看您的宝鼎。您看我这只碗，还同说一句话：人在，物在。哎呀，您的宝鼎眼瞅着就要成双了。哎，可我这只碗，它还是孤雁单飞呀。按说应该是一套，八成圆明园着到火那年让鬼子给拆，没叫人的东西。那些羊毛鬼子，他们是先抢后烧啊，他们这兜里头揣着怀里头的，连咱们这高门槛儿他都迈不过去呀。是鬼子毁了咱们的家业，吃灭了多少宝物。大宋钧瓷真东西呀、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呐、给自个儿就不能毁了自个儿喽。是是是是，谁都一样啊，从大娘胎里出来的时候啊，都是赤手空拳。哎，那架不住人家龙家财运好、怎么了？道光25年仙人指路的事儿，哎，我说诸位，诸位都听说过没有？没有，就是您给说说。英雄不问来路，女人不问岁，这可是在论的。20年前老龙爷亲口对我说的，你怕什么呀？你真了，20年前您在哪儿呢？好了好了，酒席上的话哪儿说哪儿了。我呢初来乍到，听听也长长见啊。那咱哪儿说哪儿了？哎，哪儿说哪儿了？你呀，四两猫面下肚。你又来劲儿了，说了。好比说吧，今儿是腊月23，再过6天那年是小金，29就是30，就借柄这位老龙爷啊，不，那会儿还小龙爷呢。那是家里穷的呀，饭锅吊起来当中敲，可那也得过年呢。是，他就自己个儿啊，在院子里头竖起了天地杆，挂上灯笼。这一夜是大风啊，等天亮的时候，就看见在灯笼的东北方两黑一个窟窿。小龙爷明白了，这是仙人指路，奔东北有转的，他就一蹦的去了东北。最后在奉天落了脚，学着别人的样子背起了翠花匣子，上头磨肩膀，是下头磨脚掌，走街串户是专门伺候大娘儿。感情他干古励玩器之前干的是这行啊。啊，小伙子模样喜庆，说话甜干，眼瞅着这买卖不错，一来二去啊，可就落下了旁人的记恨。有一天啊，一个坏小子，哎，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12张春宫图，用红纸包好，悄悄塞在了他翠花匣子里头。哟，那这玩意儿要进了大宅门还了得呀？可不是嘛，春宫12式，这是要命的玩意儿。是啊，可小龙爷不知道，他背着翠花匣子来到一家大宅门口，随着一声吆喝，哎，翠花容儿，嘿。
就见从宅门口里头走出一个翘翘生生小老伴，抱着这翠花匣子他就进去了，老半天才出来，拿着棍子。哪儿啊？就听那小老妈说，那红纸包里的东西啊，我们奶奶全留下了，问要多少钱。哎，小龙爷懵了懵登啊，红纸包里什么呀？不知道啊。可又一琢磨，既然奶奶喜欢，那就蒙着说吧。您给500两银子吧。嘿，没成想一张500两银票一眨眼的功夫就给送出来了。那小老妈还说，我们奶奶说了，往后有什么新鲜样啊还给送来。那后来呢？后来小龙爷就成了龙大爷了呗。生了6个闺女一个儿子，这独子啊就是借饼的那位龙贵臣，龙七爷。那再后来呢？再后来还有什么说的？从此龙家就发了财呗。这么发的啊？发财回来呀、正赶上圆明园着大火，老龙爷就从一个法国兵手里买回来现如今家中的镇宅之物，那尊方鼎。这鼎在龙家啊，说是武王啊还是六王伐纣时候的。哎，那玩意儿上可是有学问。不是武王六王，是文王武王王伐纣，离现在已经有2968年，这就是那鼎的岁数。这鼎果真在龙家啊，要不老龙爷能那么威风。我说诸位都见过这尊鼎。年年见。罗七爷，您今日咋啥？有多少宅门王府请您掌过眼，多少奇的特的您没见。今儿一说这鼎，您怎么一下子成了没见过玩的厨了？我告诉你，每年这龙老爷子过生日都要恭而敬之把鼎请出来摆一摆，今天正好庆80，一会儿过去可以一饱眼福。好，我这个人呢就是讲究一个看，譬如说这展子前的游春图，或者是董源的山水大轴，只要是真迹展开，一阵气味，一股幽光迎面而来，你看我也看就足够，何必要买？要有要炸，看是享受，买是迟，占是祸。我叶某人什么不见，又什么都没有，一身清醉。哟，那连个女人也没有？刚才所述概可是与女人。哟，说叶先生，我可听说呀，这八大胡同的陕西县里边有个叫小本包的，可是有你抱着的。您说说，这是算占呢，还是算有啊？算有啊！好了，既是才子，能不风流？叶先生啊，刚才您说的这尊鼎，原来是不是一对儿？行家不是，正是一对儿。老龙爷想着另一尊鼎啊，苦苦想了42年，听说是圆明园里的鼎，这另一尊呢，被一个家住在龙福寺街的一个白胡子老头给买去了。哎，说不定这白胡子老头也苦苦想着老龙爷那尊鼎啊。哎，我说七爷，您久居龙福寺就没听说过这么个白胡子老头？元爷，您我叶先生早晚不都得变成白胡子老头吗？哎，我大伙计，你给照着点啊，我这儿有位客人。哎呀，这位先生您贵姓啊？哎，黑山。哎呦，黑先生，您姓黑呀？是回回，
日本日本、嗯、我想起来了啊，我听我爷爷跟我说，我说这个秦始皇啊，想找什么长生不老的药，就派了个叫徐福的，带着500童男童女啊，在大街上就胡这么一通挑啊，好不容易找着一块干松地方，就立了个村儿，叫什么呢？就叫您说这日本了，是吧？好大呀！哎，这架不住年头多了嘛。您看我们韩家村啊，从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搬过来，眼是下800来户。架不住他一辈儿比一辈儿人多呀，他俩变四个，四个变16个，他老这么着，他哎，平方啊，不懂，您还是说中国话吧。嗯，我想看看古董。哦，您好古董啊？嘿，那您可来对地方了。您看看我们这条街啊，从东头到西头，这个珍宝铺面好几十家呀，还有这个前门外的挂号铺，西和燕子一起做，在这行里头扑腾了，凭的是眼琴、手琴、脚琴。哎，您就不一样了，像您这初来乍到的，您要图热闹就奔狗尾巴胡同兴隆店，那从崇祯娘娘的鞋垫到法国的大挂钟应有尽有，图稀罕您就奔鬼市。鬼市啊，哈德门顺着门那边都有，白天见不得人的东西，夜里三更之后都拿到那儿卖去，在那儿挑货呀，凭的是眼力，靠的是运气。您就不一样了，像您这弄点什么回你们的日本去，那都发财，反正他们也没见过，全凭您一句话。我们这留洋回来的也都这么着，哎，在那个货场上论价，那都是袖口里头手跟手说话，什么捏子七卡子八钩子九，哎，不行，您那袖子忒短，您那个，有没有金石字画？有啊，这个字画您看笔法，看名款；金石呢，您看做工，量手份，哎，手就是拿手掂量分量。哎，这个字画呢叫软片，金石呢叫硬片。那不软不硬的呢？嘿嘿，您还真找对了人了。您这边请。哎，呵呵，我给您看看这不软不硬的木器。含红木就是鄙人，红木含呢就是小店。俗话说得好啊，人分369等，木分花里紫檀。这小店都给您预备着呢，您看看。韩先生，哎哎，您今天这是？哦，我今儿是成亲，成娶媳妇儿。洞房花烛夜，哎，金榜题名时。哟，拽上了，你看，我也念过《论语》。春爷，柳爷，仔细看着啊！您没学过这个，您俗称博彩绿，您看多透亮，多纯的，就像三月的博彩，水汪汪的绿。哎，得嘞，一块料下来的。春爷，您得意这块龙的；柳爷，您带这块凤的吧。那可不成啊！俩人不都一样啊？不是，自古那是龙在上，凤在下，凭什么他是公，我是母啊？不行不行，不错，龙上凤下，这是古理儿啊。可这古理儿眼下不吃香了啊！咱眼下大清是老佛爷当家，哎，二位爷如果带着腰牌进宫去，没看着新凿的丹池玉洁上那是凤上龙下，哎，咱没这眼福，听说过，快收起来，不让春爷给你抢了去。行啊，等我趁了大钱呢、啊，会用真金换的这张铁嘴。哎哟，韩爷，大喜哟！哎呦，亲爷，道喜！哎，恭喜恭喜恭喜！刚才不是响通过了吗？怎么那不是头一通吹打吗？亲爷，今天是您忙我也忙，是是，小弟忙完了这事，带着新人一块儿给老龙爷祝寿去。哎，龙先生，黑山先生，哟，您认识这日本的？是，刚刚要过去给龙老太爷拜寿，那这是一份礼单，请您收下。哦，谢谢谢谢。您什么时候到北京的？兄弟到京已一月有余，前些日子去了西山，是骑那个骆驼去的。啊，骆驼，骆驼去的。哎，回来的时候路过卢沟桥，我就下了骆驼，我要用我自己的脚走过这举世罕见的桥。贵国真是伟大呀，我真想把这座桥搬回我自己的家里去。哇，您要把卢沟桥搬您家去啊？这位真会说笑话。桥搬不走，我人就不走了。啊，以后我要在这里住下去，请龙先生、韩先生多多关照。感情这位是个中国通啊，我还拿人家当棒槌呢。你看，您要把我们的好东西都搬您家去啊？
回见不迟啊！出来，谁受得了这个？我出来！各家做买卖的，路上的行人，都给我听着！里边的，出来！快说说说，快！各位邻里，在下跟诸位说句露底的话，有的前年八国鬼子在京城那么一闹腾，也怪那义和团呀，你不闹腾人家能闹腾吗？害得皇上御驾亲征西安，连老佛爷都不得安生啊，跟着出去躲了一年多。可这话又说回来，老佛爷回到宫里头，眼里看的，手里摸的，哪儿都不是哪儿啊！这么大的家当，能不查问查问吗？一查问丢了，不光眼门前的丢了，连乾隆爷三希堂的东西都丢了，还有康熙爷那会儿没开箱的戏瓷器也丢了。是家贼呀，还是外鬼呀？那外鬼捞足了都撒丫子了，再说了咱也没法惹人家，可是家贼能不好好管教管教吗？所以要侦查细问谁都拿了什么，这叫发国难财。说了交了，简易等要治罪，上头说了绝不轻饶。我说总爷呀，啊，说了交了也治罪？哎，这叫以儆效尤。等以后再有八国六国鬼子打进来的时候，看你们这些人呐，还敢不敢偷？那要是不说不交呢？搜查，搜出来重办。总爷您看，画可以烧，玉可以砸，金石可以投井，就怕您搜不着啊。呵呵，想必尊家有什么高见吧？又不敢。亮出来，也让我们见识见识。总爷，其实啊，即使是稀世国宝，在寻常百姓家里头，那还不如个烧饼。与其您动刀动兵的搜，不如呢以收代交。哦，怎么讲？官家出钱呢，出有数的钱，收无价的宝啊。你做买卖呀、啊，准得发财。哟，我谢谢你了。好吧，我向上头回禀一声。不过，好像也有人说过您这高见，倘若上头采纳了您的高见的话，这条街上就给我出个撑头的。现成的，现成的。不过我呢，在这条街上住久了，难免有个三亲两故的。我看咱们就推举新开张的保真斋的金老板吧。金老板，好，那就金老板了。哎呦，到齐，到齐，到齐。我说列位，散散啊！李二，回见。哟，总爷，请到小店喝杯苦茶。哦，公差在身，概不由己。回见了，李二。回见，回见。走。七爷，金爷，您这么抬爱小弟，小弟实在是承受不起呀。金爷，不是我给您揽事儿，这么一来呢，满街的邻里很快就认识您和您的店了。金爷，选此地为店址，好眼力哟。哪里？东西通衢，您为上，您是正房。不敢，大路朝阳，您为上，您是正房。七爷，七爷，七爷福气东来，今夜三阳开泰，咱们一同给老奴爷拜寿去啊！我请。我就跟您告假了，您就别多礼了，快请新人出门吧。是是是。您大喜也不知会一声啊、哎、要不要让兄弟先去替您长长眼呢？啊，咱们这个卷烟，我呀教你一个祖传的绝招。哎，
这挂货铺里头抓物件啊，那是越旧越好啊。可这娘们堆里头挑媳妇呢，那是越新越好。这事儿用不着您啊。韩爷，哎，哎呦，叶先生，我说韩爷，哎，有人啊，没听人说吗？这人有三大不安生。哦，您要想一天不安生，请客。是。要想一年不安生，盖房。是是，您要是想着一辈子都不安生，那您看我，您就娶一小媳妇儿。我说叶先生，要我说呀，什么时候您这张嘴跟您这俩眼都安生了，这我们大家伙也就都安生了啊。请请请请爹，保金站的金老板。老爷子，小侄金和新给您拜寿了。小侄在您界边开了间小店，给您老人家讨银联来了。你这是给我送福来啊？不敢不敢。贵臣呐，上茶。老太爷您吉祥，给您拜寿了。老太爷您长眼，溜金佛七寸高。今儿一早我刚从鬼市上抓来的秀气玩意儿，据说啊，这是高阳县种地的爷俩经地经出来的真玩意儿，拿来孝敬您，讨您个喜欢。这不是卷爷吗？哟，您这不是拿我们开道吗？就我小锦包，我什么时候敢称爷呀？我老太爷，我这儿给您拜寿了。老太爷，还认识我吗？您？玩玉器的丁花。哎呦，您瞧，您真是好记性。老太爷，前儿个呀，我捞了块鸡血，您捞捞，多鲜亮啊！改天呐，我孝敬您个班子。哎呦，这是叶先生，老爷子，老爷子，正阳门外广福楼大火重修，昨儿半夜破财，是杀鸡滴血，小锣堂鼓跳女加官，体面。明儿个是唐老板的庆品猪，老爷子赏他们个脸，我陪您走动走动。走动走动，走动走动，我这岁数是看一眼少一眼喽。日本国人黑山给龙老太爷拜寿，怎么？东洋人。甲午年打海战，我老哥就是被你们的炮给炸。你给我走。你不走，我走。哎呦，王爷，王爷，秀爷，诸位，失礼了，告辞。王爷，您息怒吧。黑山先生，这他跟我是老世交了，就这个倔脾气，你别在意呀。龙老先生。晚生几度来到贵国，就是想求几把历代的名剑，但是总也难得，请问龙老先生这是为什么？华夏自古是上礼，所以是礼器多兵器少。今天是小老二的生日，诸位都在，贵臣呐，把咱们家那尊宝鼎请出来了。是楚叔。哎哎，请您慢看。哎，这铜器但凡上千年，掉地下碎如琉璃。是是是是是。纯青铺翠，正午之前玉莹淡淡，正午之后莹润欲滴，观其整体。乃无沙粒的上等金铜所饰，意赏其细，乃能工巧匠之精妙多天之才。二，品其神韵，绝非凡人见夫一朝一夕所为之玩物，乃冠帝王之威严，文人雅士之风韵的旷世极品。两千年地底的黄土熏蒸，数百年地上的日精月华，风流散尽，所留唯雨。龙老先生，
这个就是表征着贵国江山社稷的鼎，大饱眼福。当年两尊刘毅，另一尊今天也要搬家了。小老儿的生日虽小，宝鼎成双，这大呀！老爷子，这鼎是真的。嗯，真的。哟，金爷，您怎么？爷，宝鼎今天就要成双了。孙掌柜的龙福寺取去了。哦，爷，爹来了。这都是亲朋好友。回禀老太爷，鼎取回来了。宝鼎还家了，你快！哎呦，哎，你慢！哎，贵臣呐、啊，宝鼎成双了，宝鼎成双了。哎呦，哎，诸位，宝鼎成双了。也打了眼怎么到这碗还不落板啊？哦，他这买卖还做不做了？因为那个金掌柜啊，不清楚了，眼识下这活儿啊，真是没法干了。还有您楚爷干不了的活儿？哎，谁不知道，在咱这条老街上，那托表字画您是神手啊！要把这些个老画、旧画比作人的话，那您就是那个华佗在世。对，啊、王爷啊，您别讲了啊！这偃师像给人当下人，
您知道最难办的是什么事儿啊？就是伺候这两辈人。怎么呢？您听我说呀，啊，这老的留下老令儿，让您往东；这小子呢，是非要改给老令儿，让您往西。嗨、哎，您要是听了老的，得，这就得罪了这小子；可您要是听了小子呢，他又得罪了老的。不，您是王爷。您给我掰扯掰扯这理儿，您说我该怎么着？依我说呀，您是倒腾这些字画的年头啊，忒深了。哦，哎，这人跟画可不一样。哦，这画儿，您是得罪小子儿，别得罪老的啊。老画值钱呢。是是是。哎，这人呢，您就给他掉个个儿。啊，是得罪老的，别得罪小的。人是越老越不值钱。哎，楚爷呀，哎，求您把我这几幅画给脱表脱表。哎，这可是唐伯虎的春夏秋冬。喂，王爷，得，您呢，收起来吧。啊，怎么着，楚爷？您推活不表。哎，我老楚手底下是从来都不走这不真的玩意儿。楚爷，您听我说。您甭说了，您是王爷，您不该弄点子不真的玩意儿啊。真？嗯，这眼石下连真龙天子都没了，你让我拿什么真？哎，听说了没有？就连咱吃了几百辈的元宵都改名了。我说怎么着，那元宵也改名？新鲜。一位等家王爷这不年不节的，哎，煮了一大锅的元宵啊，大热天请我们这伙唠唠嗑的同伴吃这玩意儿。哦，说是心里恨袁世凯。也是元宵元宵吗？哎，您还别说，就这圆圆的光光的，一咬还真像咬在那七宗灭祖的元太头上，透着痛快。哥，那后来怎么着了？能怎么着啊？敢怎么着？一个个吃的四脖子流汗。一出门听说了元的总统有令，今后这个元宵改叫华汤了。哦，得，就这一大锅元宵啊，不，这滑汤白吃了。嗨，您说在咱们这地方，哎，别的改的不快，就这改个名换个姓小个金油的快着呢。哎，就从这份德行好不了。嘿，哎，我说这龙七呢？哦，啊，在后边招待客人了。啊，那行了，我就不去麻烦他了，求您给我脱表脱表。哎呦喂，王爷，这不能表，他不真。楚爷，你死心白咧的往这么做，他不就真了吗？我可就指着他养家糊口呢，我求求您了。王爷，您主意，你这可是逼我，我拿点东西您瞅瞅。哎，我的呀，楚爷，他这哪个是？好啊，龙七，龙慧臣，你给我出来！龙七，龙慧臣，龙七，这怎么回事？哪个是我的？哎，王爷，我给您看。
这是您的。嗯，不错，有我们家贵厨子的味儿。楚叔，您这是干什么呀？我让他逼的。哎，龙七，你给我把这三个都砸了。有我这一个在，就不能有这仨。我这是大宋君子，不是蘑菇，一下冒出一堆来。你给我砸了。王爷，您息怒。王爷，您把您这祖传的钧瓷碗严严实实锁家里，别带着满世界转悠。万一有人问起您，您说卖我龙七了。哎，那我您老什么时候缺钱用，到至真堂来取。咱这还叫至真堂啊？楚叔，你少说几句行不？这都那事儿。七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什么话？老世交吗？好，那求您把我这几幅画给托表托表啊。哎，这可是唐伯虎的。哇。嘿嘿，哦，哎，成，这么着，王爷，我收了。王爷，您看怎么样？您到柜上支三十两，支四十两银子，说我龙七说的，属我不送您了。哟，老世交，您留步，哎，您留步。不，我说怎么着，少掌柜，这。这姓王爷这几张唐伯虎的四季图，你就这么收下了？正没辙呢。有位什么总长的三姨太太正要出高价收唐伯虎的画呢，他说他叫秋香，愣说被唐伯虎点过。你别忘了，咱老掌柜是怎么过世的？我能忘吗？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怪只怪他没出息的儿子被人打了眼。哎，干嘛就兴许人家打我的眼，不许我打人家的眼呢？你连那金掌柜的眼都打了，知道啊？那副中堂大轴他收去了。打金爷的眼还算打呀？那不过是练练手，我还要打总统府那帮人的眼呢。哦，行。这话说回来了，金爷收那副中堂大轴干什么？凭他那机灵劲儿，一回过身还不琢磨出味儿来。晚了，土叔，今儿请的这老几位做的这一张，这可是真格的哦。那感情好啊，这一准是有人给你托表了。开价太高，活又不保险，这不还得求您吗？不干，不干，我一辈子就恨这假字儿。我爹就被假字气死了，我能不恨假吗？那可你在这世上活着不假成吗？咱见好就收吧。收得了吗？自打民国政府成立了啊，什么总长啊、次长啊，就像雨季天里的帽儿的草，一茬又一茬的。一时间家家唐伯虎，还户户宣德炉，非要什么天字贴款、加盖玉玺。就是唐伯虎乾隆爷活着，一天什么事不干，光画画提字儿。也伺候不完这些新贵大人，刀尖上的买卖不接着干成吗？楚叔，今儿这幅真得求您，别人干我还不放心呢。这老掌柜让我托表你，他我就这么托，就这么表。楚叔，您保我过这关成不？大宅门的逼命，我打了世人的眼，阎王爷知道了得剁我的手。七爷，七爷，嘿嘿，我回来了。舅爷，太爷，哎呦，七爷，您这乡下一程啊，不用问，又是马车。哎，马车又轻松又快的。哎，七爷，这城子咱这条街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咱这条街上除了买就是啊，有新鲜事儿。龙旗改了，五彩旗了，你不知道？这乡下可热闹了。哦，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庙，盖学堂，老和尚念经都念这个。他拆他的庙，咱做咱的买卖。就咱这行不怕兵灾，万贯家财一怀揣。您别看咱老韩在这城里头是个虫啊，到了乡下那就是条龙。城里头挣钱，乡下买地。几十顷地往那儿一放，八国、十六国鬼子来了，我看谁能背得走、抱得动啊！哎，韩爷，哎，
坐着歇会儿。哎，还有说，哎，韩爷说话，接接。还有件不瞒您的事儿，您来。您记得上回我在挂货铺弄了那么个小红牛？对，到了乡下一倒手，我就换了十头真牛，真的，雇个人放着，正好一群呢。韩爷，哎，对不住了，我有几位客要陪。哎呦，韩爷，您跟楚叔聊，哎、我跟楚爷聊。韩掌柜，怎么着？那乡下他又有新鲜事儿。嘿，真让您说着了。还真有件新鲜事儿。我呀有个本家哥哥，进城赶集去了。刚到城门口啊，让人摁住了，咔嚓就是一剪子呀，把这辫子给绞下来了。回到家呀，我这嫂子一看，哟，自个儿的爷们儿成和尚了，找根绳子上吊了。嘿，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哎，楚先生，韩先生，这不是黑山先生吗？是。哎呦，可是老没见了啊！您看，上回您来正赶上我娶媳妇儿，这眼时下我这儿子都有了五个了。跟您说什么来着？打秦始皇往后，一个村变一国，他容易。哎呦，李先生，没看着你。韩先生，土地四对过的丰泰照相馆里啊。摆上了谭鑫培谭老板的西装照，定军山是真帅，就那快匣子们一按啊，那能把人的魂儿都勾了去。这个谭老板准是没听人说韩先生，哎，楚爷，快给我道喜吧。黑山先生拜我为师。哎呦，那叶先生，您收徒大喜呀、啊！对，大喜！楚爷，大能人呐、啊！哎呦，可不敢当。我听说您老可以在一个完整的葫芦的内壁上，均匀的裱上一层纸。请问您老这到底是怎么个裱法？这事儿你看，这个没啥，就是个心劲儿、手劲儿呗。哎，可不是呗。成吧，我这黑山先生，饶是你的学么绝活啊，回去变换就成他自个儿的了。我说叶先生，这徒弟可得留点神，这是。不，为师之道就是可劲儿的往外掏。哦，我不仅教他古物常识。我还教他几口皮黄呢。哦，您还教他几口皮黄？两国交兵，猛虎武德好。好，你看唱的这。黑山先生，老师，您应该叫我黑山君。黑山君，来，你看，这架藤萝就是古物品。这是我们大宋皇帝徽宗爷所立，离现在已经有780年了。眼前这架藤萝呀，就是老龙爷从那儿移来的根脉，这可叫嫡传。贵国真是伟大。老师啊，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贵国，河南省安阳郡小屯村那个叫殷墟的地方，看到了很多宝贝。那里的宝贝不是一件两件，是一坑连着一坑，而且见到了很多鼎，但大多数都是那种三足的，很少见我们多年前在这里见过的那种四足的，更没有配对的。可是老师，为什么我还是没有找到剑？巧了，这个陕西有位朋友啊，刚刚送了一把，抽空您瞅瞅啊。韩先生，哎。我要淘换的是贵国的几大名剑。哦，您比如说吴王镇岳的宝剑，哦，刘邦斩蛇的宝剑，还有楚霸王项羽自杀的宝剑。您还是先看看我这把剑吧。是，新坑出土的，说它的来历啊，吓了一跳。先生，哎，会不会又是假的？反击了不是啊？我说叶先生，您这当师傅的呀就该打。黑山先生，在我们这行里啊，许说不真，不许说假啊。韩先生，嗯，一物在此，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真那还是假吗？死较真儿不是？我们含着裹着说了这么些年了，不真它不是假。行了行了，这假作真实，真亦假。甭，我念过《论语》。这个是《红楼梦》。哎呀，师徒二人一起来了。冯先生，七夜而不灵啊！我收徒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古董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哎呀，诸位难得一聚，这么着，我龙旗在智美斋设酒宴款待大家，一位韩爷接风，二位叶先生收徒，黑山先生拜师贺喜。诸位先行一步，我送走几位客人，随后就到。哎，七爷，您先给评评这个脸，一副宋朝的董源山水，他愣卖不过前清四王。哟，这宋朝不如清朝的值钱，这还让不让刘府？哎呀，我说叶先生，您生那么大气干嘛？反正您又不……哎呀，我说的这个，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好比熊掌跟猪蹄儿，熊掌俩仨月卖不出一个吧，猪蹄儿一清早就一筐，还不在贵贱呢。皆因熊掌真伪难辨，猪蹄一看就明白。再者说呢，古董这行一沾文字，有钱的不识货，识货的结没结。没错，说的太对了。你比如说我吧，咱们说呀，慢慢说。哎，叶先生，咱席上聊去。那先走一步，先行一步。哎，先走一步，先走一步。龙先生，黑山先生。前些日子去了一趟贵国河南省小同村那个叫殷墟的地方，淘换到了一块乌龟壳，劳驾您给长长眼。哟，叶先生，这叫甲骨啊！哎，这东西值钱，据说是一位先生在药铺里发现的，经一位先生鉴赏呢，就成宝物了。哎呦，这行我不打通，回头请位姓罗的先生给您看。哎，这年头啊，姓袁的当总统，这王八盖子都值钱。哎，咱们呢还是智美斋清蒸甲鱼。对，先请，请请请，来，我随后就到。哎，快来快来啊！哎，乾隆爷，掌印官，请。请。拿红历，自乙某年初登大宝以来，60余载，风调雨顺，海晏河清，才有寄情诗画，属一文玩之余兴，三希堂名扬天下。乾隆爷，悠着点儿。七爷，在您这儿好大时辰了，我们的活完了。乾隆爷，掌印官，请。伯虎先生，请。臣子不恭了。三位圣人同请。圣人圣人，您来您去的走了，剩我们这几个冒名顶替的在这儿充数。伯虎先生勇于自嘲，乃真圣人。三位都是当今的高手，皆因小店的生意才隐姓埋名啊！您老兄的字，帝王像不减，书卷气有加。您写的匾牌从单牌楼一直挂到了正阳门。您贾唐寅，真才子，您的画美人静草，毫不逊于那伯虎兄。所以说呢，要是伯虎先生今儿还健在，跟我似的，这手腕都快累折了，八成他也点不了那秋香了。还有您，哎，七爷，您就别提咱了，咱这是刻字铺，他不出方圆。哎，掌印官，您过谦了。如果没有您用印，我们这点涂鸦的玩意儿，恐怕永远也入不了宫啊。您说是吧，皇上？是啊。怎么着，都齐备了吧？都齐备了，指他吃呢，能忘吗？诸位请看，一共五方，这是印模，请一步，这边购物，请请请。嘿，真鲜亮。这跟朕活着的时候用的那个差不多，真快些。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希堂经鉴玺，御书葫芦印。我说
皇上啊，这五方大宝都用，都用，多多益善。这个您比我在行啊，真懂行的买不起，买得起的全蛤蟆跳井不懂。哎呀，真是少有的年头啊，这多加一方印就多一根黄澄澄的条子。张英官，哎，替寡人用宝。好，啊，说真格的，内府中堂耍出去没有啊？什么话，有你这五方玉玺赫然在目，他不光耍出去了，知道耍谁手里了吗？谁呀、啊？皇上，打住！七爷，架不住朕龙心大悦呀！一想起打了那老小子的眼，我这打骨头缝里就透着那舒坦。听说那小子是破了家产才收了这幅画。哎呦，大才子，你也过问这俗人俗事啊？干咱们这行的有几个不带耳朵的呀？行了，皇上，刚才您在后院说了这最好的纸，那这最好的笔，这最好的笔呀、啊，它不是狼毫，也不是羊毫，取自于牛，牛毫，英国牛。英国一个小岛上的牛，那种牛的毛，那种牛耳朵眼里头的毛，50头那种牛耳朵眼里头的毛才能制成一杆笔。你想想，几根条子换一杆笔还贵吗？啊，那您这笔就是？它应该是，可现在还不是。那料定它什么时候是呢？这就要看七爷他笔润如何。诸位。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联手了，想必我龙旗的为人大伙儿都清楚，活儿都归诸位做，我不过是操办而已，只要是授以善价，我龙旗绝不识青才黑啊。七爷，那就全仗您的谋划了，在这堆人里头您是龙头龙身的。不敢，我们充其量不过一零而已。那我也不能是胡林的龙，不是楚叔。哎呦，楚老师傅，楚爷，楚爷，楚爷，我们几个丑八仙都各显其能了，剩下的就冲您老这双手给脱表了。这俗话说得好，无托难以立身，无表难以面世，成人成仙全瞅您的了。楚老师傅，听说您能将动一动就碎成粉末的千年绝品是脱表如初啊。哦，那是积德的事儿，学着干过。哎，楚爷，我也听说您能将大才子苏东坡的真迹是一张揭开，是脱表一张再脱表一张啊。啊，那是缺德的事儿，听说过没干过。哎，靠楚老师傅的脱表，我这假唐伯虎可就成了真唐伯虎了。多少代之后，在世人的厅堂里悬挂这中堂立轴，署名唐伯虎。哎，这活可是我干的。你说是唐伯虎委屈了我呢，还是我委屈了唐伯虎呢？真是只知美人妙，不知画中奥啊！七爷，金爷，好久不见了。是是是，坐坐坐、啊、这几位也是杭州人，就不一一介绍了。七爷、一入了民国，五彩旗升起来，是咱们这买卖也都忙起来了，不是、忙得昏天黑地的。是是是，这不约了几位朋友刚打了几圈。哦，是是是，爹，您心里头没那么闲待吧？
三个大宅门的画，两张唐伯虎，一张不昌硕，您还没背齐呢吧？最要紧的是那张带有天子题款、加盖玉玺的唐伯虎的中堂大轴，那可是催命的活啊！哦，金爷门清了。金爷您也不是不急啊，家家唐伯虎，还有户户宣德炉呢。是是是是，您急的是字是画，我急的是炉是鼎。既然都是朋友，也走不了嘴。姐，现而今为官的十有七八都是匪，一个伺候不周，就要抄家封门，不想照应点怎么样啊？金爷，您说的是临危之际互通有无嘛？往好了说呢，就是大家发财；往险了走，可就是一块翻锅呀。怎么讲呢？姐，桌面上限期跟你索要的那张带有天子题款、加盖玉玺的唐伯虎的中堂大轴，我给您淘回来了。哟，为了救您，又碍于手头不便，我又借着那间小店做了抵押。龙七，感谢金爷盛情啊！这么说，画您带来了，我特意给您送过来了。这么舍家相救的，真是不敢当啊！不知金爷索要何报？愿求您的镇宅之物，鼎。鼎，一了我多年的心愿。敢问金爷是想用画换我的鼎？是，请七爷收下这幅真迹，以旧燃眉。金爷，恕我说句十年前你说过的不守规矩的话，这画儿它是假的。七爷，您不是开玩笑，您好好的看看，这可是带有天子题款、加盖玉玺的唐伯虎的真迹。楚叔，哎，把咱们那幅拿来。远亲不如近邻，我跟金爷说句露底儿的话，这是我做的一张。哎呦，金爷，您怎么也跟我似的？您竟敢欺官，您就不怕有人告发？谁敢呢？谁敢到那个正在势头上的总长、次长家里，指着他厅堂里高悬着的天子题款、加盖玉玺的唐伯虎的中堂大轴，说那是假的？你敢？我敢？还是他敢？金爷把画收起来，最好让他永不见天日，免得您脸上不好看。我说诸位，今儿这事儿免开尊口。等等，七爷，贵臣兄，至真堂以真为本，您怎么弄这些个不真的玩意儿？您就不怕闹个欺世的骂名？我还是劝你把它毁了，收下这幅真迹。想看真的吗？真的在这儿呢。来了你，爷，候着呢。哎，
给提溜起来了。还不再提这个，我最受不了的是咱爷贴着一个像着一个。金爷，昨儿你给大美老二的腕上戴了一个玉的，你可别当谁不知道啊！哎，两位姐们儿，这嘴下可得留点情啊！要是把金爷落走了，今天这台大戏可就唱不成了。你们呐，就像那槽头的马驹，一口料送不到嘴里就呼呼。梅子，哎，过来。哎，金爷，来这边抄来。哎，哟，大石榴，金风送爽，这可是北京现而今街面上的鲜货。我想着梅子呢啊，见嘴上的功夫不稀罕。昨儿龙七爷给送来一大篮子呢。龙七，谁知道龙七呀、啊？家里开着八家门脸的古玩铺子，外的粮店、茶庄、饭馆子，就说那舍粥的粥棚吧，什么时候装个洋货呀？人称龙大善人，一跺脚整条街都颤悠，比不了哦。我呀，就剩这一副医生架子，要个毛个凤凰不如个鸡呀、啊！别介呀，秦爷。有朝一日啊，这毛准能长起来。这凤凰还是凤凰，这鸡还是鸡呀、啊？你有这副架子不是你？什么架子？狗架子。嗯，这小姑奶奶说得好，我可告诉你，狗可是狗，我可是条体面狗，不然什么总长啊、次长啊。能让我当他们大长眼的，就说你水珠姐吧，干嘛拽着我不撒手啊？哼！哎，说了归齐，他切他人呐，这不是昨晚上就过来了吗？是啊，你还没起呢。八成是让水珠姐昨晚上给折腾馋了吧？哎。别提了，就这位爷呀，新鲜，昨晚上在我屋子里借的是干铺。哎，谁知道干的是啊，是不是催呀、啊哦、这可不知道这事儿。崔大良、哎、你装什么丫听的？这种事儿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你吗？嗯，幸好昨晚梅子屋子里是空着的，我在那儿寻的宿，要不然呢？要不然呢就上屋了。去你妈的。是是是，昨儿水珠姐在我那睡到半夜就折开烙饼了。你说你想七爷你就过去吧，是吧金爷？我呀是有点犯难，我怕不过去吧对不住七爷，虽说是他请我出的屋，可我又怕过去了吧七爷他老人家对不住我。好眼力呀、啊、我告诉你，七爷呀、啊、把能耐全用在柜上了，在这上头就差点劲儿了，是不是？哪像七爷您呢，干什么都是状元。得了，今晚上我耗了、多仁义啊。啊，什么话，干哪行得有哪行的规矩，这是我们这行的德行，不捉弄老实人。哎，您听说过没有、嗯，有的人在我们这儿花了钱，可一宿没成事儿，出了门就跳井的。这七爷也是啊，嗯，今儿早晨过来不得了吗？何必借干铺呢？说的也是啊，真是个怪人。这不一大清早就溜虎坊桥去了，还锁了门，拿走了钥匙，我也回不去屋了。神出鬼没，得了，快收拾收拾吧，该摆的摆，该撤的撤，
一会儿有大人物来啊。季爷，这说真格的，您到底有什么事儿啊？瞧您这劲头，怎么像过皇上似的？差不多呀。啊，一会儿 啊要在这儿商量国家大事，选总统。啊、选总统、啊哎？在我们这儿？怎么？办这么要紧的事儿，在这地方？我说，办这要紧的事儿 啊就得在这不要紧的地方，懂不懂？不懂。哎呦，我说崔爷呀、啊，哎，您可别小瞧了这个地方啊。啊，这个两院一堂您知道不？您说这个两院呢啊，就是参议院众议院，这一堂呢就是这八大胡同啊。现而今北京有两样东西最金贵，您知道不？您说、啊、一个是国会议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帮窑姐儿。我说崔爷，哎，这个选总统啊，就要靠这些议员们凑票数，对不对？哎，对。可议员们呢，多半来自南边，他不在家眷，白天国会开会，到晚上就这儿来了。这两样东西金贵，怪不得呢。嗯，这天一擦黑啊，我们这儿也开上会了。没错。爷，你别把我们姐们儿比得跟这个圆那个圆似的，咱姐们挣钱凭的可是本事，不像是那些个人。也不像金爷您呢，凭的是心路算计。哎，得了吧，好好伺候着啊，这可关乎着选总统。总统？马桶吧，姑奶奶腿一伸就能踹倒那金銮殿。您不信，听说过我们师姐赛金花赛老板吗？啊，有耳闻。谁要踹倒金銮殿？我告诉你，孙大炮早给踹了，就不老几个三寸金莲了。哟，这位爷说话真俏声，我拜您当师傅。得，我可不敢收你这徒弟。我告诉你，国会里边都打起来了，砸了。砸？咱姐们可不怕砸。那金爷铺子里的珍玩玉器怕砸，那大老爷的公堂怕砸，砸了就没饭辙了，是不是？可咱姐们的皮儿啊肉啊，它是在身上长着的，它砸不坏，是不是？别皱着眉头子较劲儿了，吃点瓜子儿吧。哎呦，真香啊！什么？舌尖儿啊！真在行。看先生的穿着打扮，像是在官府里干事儿的，可不像换我们这二等班子的。我告诉你，我这叫惠而不费。眼识下两头正忙，一等小班都叫了条子了，说不定你们这儿还真有个什么栾哥凤雏呢。这是当今的铁腕吴先生。我请的客人，金爷，我知道，要不我们敢这么放肆？吴先生、嗯，总长马上就到。哟、嗯，金爷、嗯，这总长是多大的官啊？这，哎呦，这总长嘛，啊，待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嗯嗯，哟，兴许到了。总长，我们这金爷跟这儿耗了您半天了。好，金和心，愿为总长效劳。听说你给陶文不少珍宝啊？是。眼识下这北京城不是有三样东西最吃香吗？一个是住在棉货胡同的那些议员，一个是他们，还有一个可就是你们。这些能够淘混古董玉器的珍宝商人，哟，不敢不敢。有了这三宝，我们曹大帅的总统就算是当定了。是，还有一位呢，还有一位龙贵臣龙先生，刚才候着您来的，这时候出去了，立马就回来。
你们龙先生也是有用之才啊。是，前些年我在他那儿云过几张字画，我现在家里就还有一张唐伯虎的美人图，那可是真迹。真迹真迹。这次的东西也一准是真的喽。哪敢糊弄您总长大人呐。好，有龙先生这样的人操办，有你金先生长眼，这一宝算妥了。是，胡子。哎，是佛头吧？是佛头啊。还有一宝你也要看准了，找个可人疼的。您放心，从一等小班叫的没破花的厨一会儿就到，您上眼餐往上一送，这事儿不就齐了吗？总长您请。那总长大人，您喝杯菊花茶拜拜火吧。您老人家整日家要操多少心呐。梅子过来，总长大人随和。总长，小嘴儿真甜。感情。你叫什么？回爷的话叫水珠。哦，水珠。爷，那文词上是怎么说来着？水滴石穿，不瞒您说，就是那石头人到了我们这儿。哎，我跟总长大人没大没小，但是你怕什么？本总长就爱吃这个芥末，酸鼻子辣眼打喷嚏图个痛快。痛快，痛快。这人有所长必有所短嘛，一处不到一处迷。总说这八大八大，这八大山人我刚闹明白，八大胡同还是真说不全。那我跟您说说，还不快给爷报报名儿。好。北京的八大胡同是博兴胡同、朱家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小李沙子胡同、韩家台、陕西巷、王寡妇斜街。比八大胡同名气小点的呢共有十条，王菜、猪白柳、石广、火焰山。胡同大小不同啊，这营生都是一样的。您听着都不耳生。胡子，哎，差不多的咱们都溜达过吧。啊，都溜达过。慢着，看你眼熟的我。黄豆汤汁，大酸枣。我说老头子，我说懂不懂规矩啊？什么大酸枣、大酸枣的？我们这姐们都想吃酸的，这买卖还做不过来呢。芝麻糖、烟卷儿。得了，干啥呢？谢谢姑奶奶。快快快！下回一块给啊。不是令啊，他等令。早先，他这地方他可是座庙哎。说什么呢？你这是，我这是庙。我老头子，我跟您说呀，我跟您说呀，这儿啊，议论国家大事儿，您呐还是外边溜达溜达吧。哎，您慢着，您别磕着。我告诉你，哎，早先这地方可是座庙。您别磕着啊，慢着慢着吧。是。哎，我你哎呦。是万叔吧？万叔，小陈子。是，这我认识。早先呐，我跟你爹一块开兔子的时候啊，你呀就这么高，是，还专爱吃我母亲的那个零碎舞的。嘿，现如今这零碎啊成了我的正业了。万叔，还有羊胡子高吗？还是小时候那口羊胡子高。嘿，等着啊，等着，等着，等着。四十年前，誉满九城的大收藏家、大鉴赏家，如今落得个唐篮子。吴先生，总长吧。总长告罪告罪，你看我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胡同我喝两碗豆汁也就耽误了，没想到总长您来得这么早。总长心急呀。是是是。金先生，我以为您跟总长藏门呢。龙七哪敢呢。总长，您要的东西我左寡就给你准备下了。怎么在这儿交货？这安静
免得招摇不是。嗯，你龙先生是妥当人。好，水珠姐，哎，对不住了，这会儿把门打开吧。是了。我说崔爷，哎，您帮帮手吧。哎，您放心吧，您那，哎，来帮帮手儿呗。是是。哎呦，我说佛爷，您在我们大小姐屋里委屈了一宿了，你可别想还俗啊！我说佛爷，这买卖人天生就透着个别，这冰凉梆硬的，生要他，不要我。得了，我要，我都要，快松散松散吧。哎，待会儿我请大伙儿吃饭啊。是了，总长，请您长眼啊。金先生，总长，你看这佛头是真的吗？是真的。总长，您看这刀工石料，看这品相神态，再看上千年遗留下来的雨露风尘的印记，一句话一毫不差。你拿什么担保？性命担保。好，有你龙先生这句话，我们曹大总统的一条大腿就算是有了。当您这话是，吴先生，你给他讲讲。那我隔行如隔山，我得从头跟你说。麻烦您，麻烦。国会里边一共有800亿元，号称800罗汉，要把我们曹坤曹大帅当总统，有400罗汉投票就行。我们总长认识一位爷，手里捏着100多票，只要是把这个佛头再搭一小妞送过去，佛头再转送给一位外国爷，小妞留着自用，这100多选票不就有了吗？不正合我们曹坤曹大帅的一条大腿吗？总长，您看我说的还上道吗？过了八月节就要投票了，眼下正是吃紧的时候。老弟呀，我们这行也不好干。是是是，从打入了民国，这总统就跟那走马灯似的，像我们这道号的，简直就成了他们月份牌随手撕。哼，为选这姓曹的当总统，我们这头是会选，对家呢是会不选。那些老狐狸议员从我们这头拿大洋5000，再从对家拿大洋3000，这8000块到手了，打张车票他溜了。哟喂，眼下这火车站四周我都下了密探，看谁还敢跑。哟喂，总长，您可真……我说你明白了吧？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佛头你开个价。哟，总长，我哪能跟您袖口对袖口啊。总长，等您的大事办完了，过了8月15，咱曹大帅进了总统府，您知和一声，让吴先生送点意思就行了。嗯，还望总长以后再有选总统这种事儿，别忘了小便。嗯，就是早知和一点，这回不是太急了，不是？不愧是买卖世家，说得上当。是，这回的活是急了点儿。当初咱没想到他要用佛头，不是？这还亏了是让咱们找个石头的佛头，你说要让咱们给请个活观音去，这不还麻烦了啊？总长啊，这件大事已然办妥了。嗯，我跟怪陈兄还有点兄弟间的小事想说一说。好，怪陈兄，怪陈兄，咱们智美斋小酌几杯叙叙旧。不用了，就在这儿说吧。总长，不碍事吧？不碍事。本人行伍出身，干的是粗活，你们呢玩的是细活文差事，说说你们的行中事，正好让我开开耳朵。是。嗯，鬼臣兄多年没共事了。是是，您还是那么有心胸有魄力，手笔呀！你贺新秀在总长面前嫁弄我，这一买一卖在您不也是常事儿吗？这可非同寻常小事，选总统可谓通着天，佛头飘洋过海可谓跨着国，事成您怪臣兄将一步登天，这事败。败？谁说败？凭什么败？败了我怎么办？
我可告诉二位，真要是败，不是人杀我，就是我杀人。鬼神兄，您听清楚了啊，这么大的风险您敢承担，兄弟实在佩服您的胆量。哎，金先生这话说得对，干什么事情都要有个胆量，没胆量老子能有今天？是。鬼神兄，鬼神兄，您今儿是？我今儿个要成全您，成全到底。兄弟，我感恩不尽。总长，您用的是贵臣兄淘回来的佛头吧？这不是现摆着的，你老弟怎么净说车轱辘话呀？贵臣兄家中还有一件镇宅之物，您不想要吗？什么？一尊方鼎？哎，不要不要，要是宣德炉还差不多。那可是好东西呀、啊！君子不夺人之美。鬼神兄，既然总长不肯赏脸，这尊鼎就由那小弟吧。贺心兄，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谁？出手一件，搭上一件，有的是真搭不真，有的是不真搭真，这是咱们行中常有的事啊。贺心兄，不要欺人太甚嘛。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从来都是替你兜着裹着，帮你渡过难关。再论的礼尚往来，今天就求尊顶，堂的一概打住，怎么样？你可真是异想天开呀、啊！我记得20年前，今天的吧，给还是不给？你怎么敢？好。鬼臣兄，按通规，这佛头理应出在大魏年间，对不对？对。按方位，应当是石窟的第五窟，对不对？对。按标号，末尾应当是98，对不对？对。对对对。佛头漂洋过海，就要召开记者招待会。那帮好事者就要寻求佛头的产地和因此引发事情败露的后果。佛头、人头、总统，鬼臣兄，您心里不会那么坦然吧？贺心兄，我既然是总长花钱雇的大长眼，我就不能不说句真话。这佛头他不真，我还要说句咱们行中最忌讳的话。总长，这佛头是假的。假的？是。龙先生，在这佛头是假的吗？总长，您治我的罪吧，这佛头它不真。一个原告，一个被告，都说这佛头是假的，合着你们内行人串通一气蒙我，这外行人拿我当猴耍，是不是？咱敢都统当儿戏，是不是？你们叫我怎么回命，叫我怎么交差，这不是往绝路上逼我吗？总长，只是一时催得急，才只好出此下策，还望总长海涵。我含得了吗？你为什么不咬定了钢牙就说他是真的呢？总长，这是我做出来的。做得像就好，做得好就行，还啰嗦什么？总长，那真的佛头还在佛身上长着呢。八成是那帮会不选的人听到什么风声了，派了外国记者把那长着佛头的佛照片拍回来了。您有心思看看吗？
二位不愧是古玩行里的人尖子，龙先生有胆有量，金先生神眼利嘴，佛头之事二位算是把心思都用到家了，可也有你们用不到的地方。前后场，我的把兄弟孙殿英已经派他手下的弟兄用你包的炸药把那个长着的炸快马送回了无头佛身的照片，二位想看看吗？照。原想啊，找你们老行家来收个现成的就完了，没想到会不选那帮子人那么下心思，不然早派快马聚他几个弄回来不就完了。好了，背着抱着一边沉，我有罪呀。得全完，不管是真佛头还是假佛头，只要能让陶大帅当上总统，他就是佛头。是这个理儿吧，我的隔着行的老二位。本来呢，本总长还有意提拔提拔二位，论功行赏啊，是吧，吴先生？是是是。可看二位今天这行迹，干你们这行是老大，看我们这行还生点，就还做你们的小买卖吧。不过钱上亏不了二位的哟，这就完了。没劲，吵架了吧？这佛头是假的，这总统是假的，就他妈姐们这肚皮是真的。龙先生，快松快松快吧，有什么真东西亮出一件来让我开开眼。哦对，来的时候准备下。哦，不是还要从小班领个妞吗？我送总长的簪子，这是真的，陪总长的情书，我的嘴。哎，你怎么又来了？吴爷，我把人带来了。我们是按条子上的地址找来的，哪位是吴先生？我就是。你们是一春小班呢？回爷的话是。啊，她就是春桃姑娘。是。哎，总长，你叫什么？回爷的话，倪香。倪香，你送来这个桃模样挺俊，嫩得能掐出水来，可惜生了点。我们主家上了点年纪，想要一个既能服侍又能陪房，年岁上长一点的，活上熟一点。我看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风韵满有，还能招敛一气。嗯，就你了，愿意吗？回总长的话，愿意。没想到这家国大事哪能都让你们想到啊。胡子，哎，说不定这还能给我们老上司生俩少爷呢。啊，就这么定了，宜春小班那边你去办。您放心，再合适不过了。嗯，龙先生，快把那个簪子赏给他吧。倪香姑娘，那个可是真东西。交个好运。托爷的福，谢谢爷。Thank you.
腊月二十三，糖花粘，沾了灶王爷的嘴。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哎，保平安。他爹，给咱爹上供的鲜货果子我都备好了，你来摆吧。立秋呢？他呀，帮着内院老韩大叔啊装车去了，他一回来立马就收拾咱们那几个箱子。那屋祭爹，这屋祭灶，忠孝两全呢。落得个头呢。不是我说你呀、啊、光咱一家愁死管什么用啊，那天塌下来呀、啊、有大汉顶着呢。再说了，这整个京城不都这样吗、啊，就咱家新鲜。哎，说一千到一万还是保命要紧，你呀、啊、就别愁了啊。请啊，我给你请啊。七爷，哎，我这儿没有来晚吧？晚？哎呀，这无论如何你得托韩爷把我这碗也一起带走啊。哎，说了归齐，这碗能留到今儿个，我得谢谢七爷您呐。怎么呢？哎，就有打那年你让我锁家里头，我就没拿出来过。可您的钱我是没少花呀。你这是眼下可惨了，大宋钧瓷满世界都是，就那转业说在鬼事儿上一脚就能踩碎仨。你说，哎呦，这是王爷啊，转爷呀、啊，王爷刚才还说起来，收、哎、瞧这大包夹的，哎，一准从鬼事儿来的。嘿、哎，鬼事儿，那、啊、出门就是，满街的跑鬼子，这北京城啊，都快成鬼城了。哎呀，自打卢沟桥开战就没见着你们家猫呢。哪儿能啊，年头乱，这人见东西也见呢、嗯、您想啊，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要着纸片烂罐呢？所以我想，哎，趁这会子抓了哪儿的袖子玩意儿，等年头一缓，他不就知道你这叫干什么吗？发国难财。你这叫发国难财。你这是犯什么国？叫我啊，他想发也发不成啊。哎呀，自古啊是买卖买卖，可现而今咱们这儿是有地方买没地方卖。哎，这不这不给您送来了吗？咱都叫韩爷呀、啊，乡下那么大地方，哪儿不能挖个坑埋了呀？看看，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嘛。”哟呵，这跑鬼事的爷们儿，什么时候也长学问了？您还别说，
就他这么一拐呀、啊，我倒想起来了，咱们杭州的大学问家叶先生呢？别提了，让他学生啊给气死了。他学啊，不是，就是那个东阳人，那黑山吧。头半年啊，师徒俩就掰了。叶先生说啊，他这是猫教老虎，反被虎咬。那黑山摇头晃脑，满弓满吊，一字不走的来了段老谭派的皮黄啊。两国交锋，龙虎斗，各为其主，统貔貅。叶先生听罢，哎呀一声啊，当场气绝死了。叶先生一辈子潦倒，这林梁漂亮。哎，七爷，哎，卷爷，我给您，哎，七爷，我这不是在您面前买好啊，这些日子我往隆福寺跑了好几趟，我琢磨着这年头一乱，您找的那尊鼎，他有可能要出事。水浑了，出大鱼。哎，我替我们老爷子谢谢。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没白教诸位，自打那年我被人打了眼，气死了他老人家。打那时候起，我心里我就发了狠劲，我非要找着那尊真鼎不可。就是年年祭奠，年年供奉一只丹鼎，30年了，趁时先乱，找到他。大乱而分，大乱而合，这是常有的事。哎，甭费心思。我总觉得那尊真鼎他一定就在一人手里头，而且这个人呢也围着我转了30来年。哦，是他。冯七爷在家吗？七爷，您是倪香。倪香姑娘？还姑娘呢，我都快成老太婆了。七爷您好。哎，您倪香。秀王爷，快起来，快起来，闺女，闺女，别哭啊！哎呀，别哭啊！这秀爷的眼泪，由打甲午年、庚子年就接住了。倪香姑娘，哎呀，你看，这要是在别处啊，我还真不敢认了。大奶奶您好。秀王爷带我来见您那年我刚13岁，长话短说，各位也都不是外人，我在的那家四散了，这东西全都卷走了，就留下这几幅字画，我知道是真迹，就给七爷您送来了。那就请七爷打开吧。哎呦，瞒不了七爷您呐，在下是南城有名的卷饭纸啊，甭管什么画，只要打开饭纸。哎呀，这也行了。我说卷爷，快收起来吧，这都什么时候了。王爷，你就让我跪回银城不成啊？还有这，啊，这满院子的宝贝，看一眼少一眼。卷爷，你说咱们怎么就混到这份儿？哎，怨谁呀？啊，你说秦始皇老小子硬捞捞活着得了，非找什么长生不老的药？哎，500童男童女啊！走的时候是赤手空拳呐，这他妈回来了飞机大炮。你说，
这两个酒给你爷爷供上，一点就着火苗子的洪水老白干，老爷子就好这口味。哎，七爷，装车。嘿，李秋。哎，搬箱子。哦，哎，等着，韩爷。啊，您还要亲自掌边？看您说的，那可是一车的祖宗哦，叫别人赶着我不放心。哎，王爷，哎，您别看我这七十挂零了，上园下园啊，哎，还挺利索。利索。哎，老五，我都痛。姐姐，您可别这么着，我受不了啊！您快起来，起来！哎，这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这个理儿我懂。哎，您放心，到了乡下，我捡个月黑天，找个背景地儿，水塘边去。我挖个大深坑，再撒上这石灰、锯末、炭渣子，那用那桐油布包啊，我把它们包得严严的，埋好了。等这帮不足四尺高的两条腿的畜生们都滚了，我再把它们挖出来，原路送回。七爷，您呢？镇宅的物件儿搁在哪个箱子里呢？我得给您尽心的看着吧。我没放箱子。您信不过我韩某人？不是镇宅的物吗？他离不开宅子，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哎哎哎！韩爷，韩爷，哎哎。他又掏出来了。哎，怎么着，大爷？哎哎，求您把我这碗也一起带走吧。成成成。不过箱子里头不大牢靠。那您看，您高看一步，揣怀里呀。啊，大爷，哎，揣上您这碗，我这怀里头正好。一边一个啊！我这边揣着锅碗葫芦呢。哎，停停停停停停！哎，您这真是哎，这人呐，到什么时候也得给自个儿找个乐子。我这他妈是小酒包。哎，爹。诸位老相识都在呀、啊，金爷，还认识？甭管怎么变，到了这家程魔家底下，就都现出老模样了。卷爷，您发财！您发财！您发财！王爷，嗯，您吉祥，吉祥。嗯，韩爷，哎哎，您怎么样啊？哎，不好也不坏呗。这不，头二年呢，老伴儿没了。哦，哎，又续了一房。说这孩子们都长大了，该享两天清福了吧？哎，年头又乱。哎，咱们这些凡人呐，他就没有不凡的时候。哎，金爷，您这一到，咱这老三家可就又凑齐了。甭提了，啊，光绪28年，我从隆福寺搬来，在这儿一混10年呐，又人不人鬼不鬼的搬走了。到那儿以后啊，我就是散仙一个，没挣下什么，也没丢了什么。
好家那天那可真热闹到一块儿去，您开张我娶媳妇儿，哎，他那给老龙爷祝寿。七爷，我对不住您，那天我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得了，今天是老龙爷的冥寿日，我过来祭奠祭奠。那我谢谢您，您就按照往年的惯例把那尊鼎请出来吧。我36年了，再也没见过他。可你倒是见过呀，可那尊真鼎我还没看见过呢。七爷，今儿个我给您带来，那就请金爷打开吧。咱们家的宝鼎请出来。我今天是以真求真，以鼎会鼎，您想错了，36年前我是为你而来，你们说的那个龙福寺的白胡子老头就是家父。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连做梦都想着宝鼎成双，为了还他老人家的愿，几十年了，您在明处，我的暗处，我的暗的围着您明的转，碰一回吃一回亏。今天我带你来就是想跟您商量。你还说什么呀？你看你把谁给引来了。你总掌柜不要误会，不是他引我来的，是我跟他来的。对不起总掌柜。我说黑白先生，打头一回见面你说话就绕脖子，他引你，你跟他，这不一样吗？这不一样，他
他不引我来，他是君子；我跟他来，我是君子。今天是宝鼎会宝鼎，君子会君子。姓黑的，你干嘛跟着我？我前脚来，你后脚到，我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啊，我是为宝鼎来的。七七，黑山先生，您今天是为保底来的？龙掌柜，我有一位长官，他虽是一个舞刀弄枪的家伙，但却有一片孝心。他要我寻一对鼎回去为他的老母亲祝寿，也算是。不是，您等等，您等等。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拿他爹一个顶，拿他爹一个顶，回去给他妈祝寿，不，这理儿说得过去吗？这个这么说，您今天是受命而来？不，我是自愿来的。自愿？对。怎么讲啊？很简单，好东西谁不爱？您来。他来，我也来。但是京城丢了，乡野也丢了，让这样的宝贝，龙掌柜，找个地方把它保存起来，不好吗？我的鼎，您拿走？不肯吗，龙掌柜？我知道贵国有的时候太拘泥一些，比如说爱国。你过了，黑山先生。你白在这条街上混了三十来年了，你还没上道呢。哼，国谁不爱？国就是家，家就是国，连个小蚂蚁还知道把那食儿往窝里叼呢。可是我告诉你，我们不是战死沙场的兵，我们是买卖人，捣鼓的是玩意儿。玩意儿什么呀？祖宗传下来的，上面有精血，有神灵，有父母老家，你知道吗？借用借用不可以吗？借，对，等到这条街太平的时候，等到诸位有能力保护你们的玩意儿不再受损害的时候，原物奉还。那得等到驴年马月。我太爱这个地方，我也不愿意它的一沙一粒受到损害。可惜呀，损害的太多了。圆明园。你们保住了吗？园中车载斗量的珍宝，你们保住了吗？尽说北京城卢沟桥，你们保住了吗？庚子年间，我亲眼看见一个法国大兵用贵国的绝宝永乐大典的总目垫了床板，我想想我都想哭啊。你这是当着门骂祖宗，还不许儿孙还言，不是吗？啊，这个家儿孙比祖宗更无能。有德行的祖宗，有血性的儿孙，你们在哪儿？切切，我今儿带你们来，原本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我把两尊鼎都带上出城远走，没想到我前脚来他后脚就到。既然这样，咱们还是各保一尊吧。不可。你新掌柜龙掌柜，多年以前你们的父亲把这对给分开，今天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把他们合二为一，万万不可再分。我并不赞成我那些拿枪的同胞们干了太多有辱斯文的勾当，让这样的宝贝毁于一旦，我怎么忍呢？切，人在物在，可是我爹常说的一句话，人在物在，我爹一辈子没离开过口。那就把这对鼎交给我，替老人家好好收藏。
保证人在路在如何。不是，你等等，下了腾挪驾，韩爷，哎，上路吧，带俺韩官黄土道上祭灶。爹，您就放心吧，我先慰问那些牲口去。今年。七爷，我再到鬼市上去转转，兴许能捡个烙馍的。哎，爵爷，祝你好手气，抓几个秀气的，日后发财。怎么着，王爷，你也？我没事。陪着二位，金爷，您要是信得过，把笔交给我。七爷，鬼臣兄，这鼎就托付给您了。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爹，今天是家户的冥寿日，我要用这两尊重逢的宝鼎祭祭家父，然后再奉借他人，成吗，黑山先生？您请。李兄，喂。把门打开。
要捋去中国的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